我怎么这么好看？这么好看怎么办？我怎么这么好看？怂的一逼。跟你们说呀，我今天挨揍啦，跟平时不一样啊，今天这个揍挨的是真疼啊。我晚上给二柴洗澡，可能是按摩的手法不到位吧，柴老板不开心了，所以他摆出了一张卖萌脸诱惑我过去亲他。关金币，阿柴，你这样对吗？我就今天回来晚了点，然后说你啃我数据线，你就把我咬成这样。你看你给我咬的，你看你给我咬的，要是不开美颜，这个地方得多吓人。刘二柴，你还打我，日子过不过了？不过了是不是？不过了我就明天就吃了你。哼，哼。坐下，握手，举止，击掌，对峙，好，趴下，好，再握只手，咿呀，对峙，真乖。阿柴，你在那里趴着，好像好开心的样子，你是不是很无聊？无聊，让我们来打一架吧，我戳，戳戳，打架喽！哎呀呀，疼！冰冰冰冰，西瓜啊，叫你呢，真乖。结果我把二柴关了禁闭，他竟然没有一点要反省的样子，还在这里睡成了一个大爷。你脖子不能正到点啊！你别笑。啊，给你回头吃，吃吧。啊，作业转。昨天吃多了，拉肚了。哎呦我天！完了这块儿，你说瞅着，好像可怜，其实他不可怜，他那装呢那块儿，可他装了。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不应该拿一根逗猫棒来逗二柴，现在被他们咬的到处都是毛。二柴，二柴，嘿嘿嘿，还是忍不住逗逗他。二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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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嘿嘿嘿嘿嘿，啊！傻子，尾巴炸得像个毛球球一样。哎呀！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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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妈妈，你这么无聊，为什么不去给我铲屎？妈妈，你别撸我了，我要被你撸秃了。妈妈，你别锁我喉呀，你松开我，你别锁我喉，别锁我喉。妈妈，你别晃我的肥肉，别晃我的肥肉。妈妈，你再撸我，我要生气了。
趁二柴不注意咬了二柴一口，结果二柴现在生气了，非常的生气，已经要气炸了，已经气得不能自己了。二柴过来，我错了，妈妈错了，我错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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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不该咬你，我不该咬你，我不该咬你啊，不该咬你，不该咬你，不该咬疼你，我错了错了错了，哎呀娘，已经错了嘛，哎呀真讨厌，我错了，我错了错了错了，哎呀错了错了错了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摸摸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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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错了错了错了，别咬我。你他妈咋的了？咋的了？咋的了？出去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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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去玩。咱能不能讲点理，行不行？我不讲理，不是大黑天的，你上哪玩去？大黑天的，出去玩行不行？走走不完了吗？走。卡哇伊。你的娃是嘎吉呀吉呀这些马来哟。二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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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在干嘛呀？你能不能过来让我亲你一口，不要在那里缩成一颗球。宝宝乖，宝宝乖，妈去上班了，我保证今天晚上肯定回来，下班就回来，乖啊！好了，别啃我了，宝宝乖哟哟哟哟哟。我家隔壁是个补习班，每天到这个点儿，小孩放学外面就会特别吵，然后外面有动静，二柴就会这样趴在门口，嘿嘿嘿嘿，一直趴着听着外面的声音，然后闻外面的味儿，突然觉得好安全，二柴是不是在保护我？二柴，你现在凶人的样子一点都不可怕了，二柴，尾巴炸毛也没用，看你这个怂样子，你来打我呀，你咬我呀，就剩一颗牙了。你们都问我土拨鼠怎么养，土拨鼠怎么养，我也不知道土拨鼠怎么养啊，是土拨鼠在养我呀。没事还要跟他撒娇耍赖，无聊了就打一架，这不是土拨鼠在养我是什么？难道你不想走遍天地？半个世纪最美至想起，已赴死。I keep saying no。Thank you.